给我得到和失去，我的人，我的心，我的身体，给我绝对的信心。只有梦，只有爱，只有期待，值得创造的奇迹。我的理想不只是做第一，我要我能成为你的唯一。这个时代需要重新定义，定义。金总啊，吃顿饭至于搞这么大阵仗吗？啊，要知道这么麻烦，我就请你们到外面去吃了吗？你不用管了啊，我呀每次打电话啊，我就问他是吧，你们两个怎么样啊，啊你惹别人生气啊，啊你可是高攀人家呀，你惹人生气了还不得我从香港跑来替你灭火呀，是不是啊，啊啊纳兰，我现在正式给你道歉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就别再记恨我了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啊！哎，谢谢叔叔。好，我本来这次来啊，给纳兰备点礼物，不知道买什么好。你身份特殊啊，国家干部，你礼物送重了，怕牵连你。谢谢，谢谢金总体谅我。可是不送又不行，你脸往哪放？人将来被说，哎呀，第一次到我们家空手来的，是吧？你说我丢不起这人吧？所以说，我呢决定从公司的股份拿出300万股，交给律师行，他们结婚以后自然过渡到纳兰名下，永远是纳兰的私人财产。一点小意思了。不不不，这绝对不行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这个钱呢，不光是给他的，啊，他俩迟早要结婚吧，他们两个迟早要生孩子吧，我给孩子的，就当我给孩子包一红包，许个愿，不行吗？没毛病吧？哎呀，金总，孩子们的事情咱们就不要掺和。是是是是。我觉得他们自己的事情还是让他们自己私下里解决。是是是是是，你说呢，纳兰？你爸可真大方，一出手就是300万股，十好几个亿呢。我跟你说，我爸可专门为你来的。他知道咱俩出问题了，本来要去英国收购电厂，现在好了，英国也不去了，董事会也不开了，直接就奔这儿来了。给我个面子行不行啊？别让我下不来台。什么叫下不来台？我给你什么面子啊？可以了，你闹到这个程度，你还想怎么着啊？杀人不过头点地的事儿，对吧？怎么，现在是我错了，是我在闹？那你要这态度，我无所谓了。那我就更无所谓